晚安。Hello，切尔东。Hello，小杰。小杰你好。大家晚上好。Hello，塔瓦哥。嗨嗨，你们吃晚餐了吗？嗨，小杰嗨。旁边有水，然后再一个圆，那字怎么念呢、啊？圆吗？就是右左边一个水，然后右边一个圆。哪个圆？一圆两圆的圆。对，然后是那个上面一个二，然后下面一个二的那个。圆呢？哦哦，阿圆。阿圆对。Hello， 阿圆。今天很准时，对，今天很准时，因为就今天放学就直接来，然后我还带化妆品来公司化妆，我刚才没。Hello， 变成新鲜柠檬，不想用特效哎、欸。谢谢可爱宝物队送的真情告白。Hello， 膝盖帮。为什么今天都没有人好奇？就是好奇我今天是跟谁一起吃的？因为看起来就没有人啊。都没有人问吗？就是他们应该也习惯已经我旁边有个人，他们应该会问说：“哎，玲玲今天跟谁一起直播啊？”可能成长到不需要人了。按照惯例，猜猜旁边是谁？不知道你们猜猜今天是谁 ？Hello， 水果教主 ，Hello 夜雨苍神，谢谢你的感情，康乃馨，我只想看玲玲，谢谢，谢谢保护队送的喝牛奶。Polo 羊说其他人不重要，我很久没有看到你了，我以为你不要我了。变成柠檬，变成新鲜柠檬说：“那今天的嘉宾是谁？你们猜，你们猜今天的嘉宾是谁啊 ？”Hello， 苦味羊奶。Hello， 加速。Hello， 维他命。Hello， 大家晚上好，你们吃晚餐了吗 ？Hello， 大古惑。所以是谁？旁边是黄秘书。哎、欸，有人猜对，可是你的名字是日文，我不会念。黄秘书他现在很认，黄秘书他现在很认真在工作。耶，玲玲也在工作。看麻油之前先来关心玲玲，谢谢你。玲玲比较重要，所以旁边是谁？黄秘书啊。今天本来是小迪一样，今天本来一样是小迪前排，只是他记错时间，然后我反正是中间有沟通障，沟通上的障碍，然后他就记成七点半，哎，他就记成六点半，可是我是七点半开。好，很详细。对，所以就临时找不到人，然后就黄秘书就拿着他的电脑来了。嗨。他电脑贴了很多的贴纸。哦，这是我跟别人借的。哦。为了要跟陪你。嗯。黄秘书早安，黄秘书早安。哦、原来也有按铃，对啊。一定要按掉。黄秘书有收到真爱吗？收到什么？真奶吗？为什么会收到真奶？你上次有迟到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啊。没有。邀请啊，没有啊，没有啊。没有是不是？哎，怎么又一杯？我的呢？嗯，我今天来公司的时候就看到办公室里面的人在，就是他们自己订尼克夏。怎么感觉今天比较冷？又怕讲错话。会怕是不是？会怕。会怕。不用怕啊，很怕，轻松聊，轻松聊。你要说办公室的姐姐。嗯。没事，可以继续说，没事没事。姐姐。对对对。姐姐。怎么了？你可以继续啊！哎，我就做我的事，你就聊你的，好不好？轻松聊。我说。哦，那个谢谢保护赛送真情告白，他一直挡住了留言的。谢谢一晨送的感性康乃馨。我说的冷是物理的冷，为什么？你是说，
你说外套吗？什么意思？很爱吃的那个姐姐吗？哦、oh, 你不好说是不是？对啊，好啦，是。我觉得，对，我也蛮爱吃的。怎么了？不能叫黄秘书吗？没有，因为我刚才念留言，然后留言是说黄秘书，所以我刚刚就念黄秘书。这其实很好啊，这是姐姐，对，啊，没关系啊，黄姐姐姐，没有黄秘书可以啊，嗯，我是说你要说，办公室，你刚刚不是说办公室在订饮料，你要说 哦办公室的姐姐们在订饮料啊，会比较对大家比较你要尊敬一点。上次哦，他迟到了20分钟。谁迟到了？谁爆掉了？谢谢。今天穿外套有点，其实不，你知道为什么这样我要穿外套吗？就只是因为我想要，就是，因为放学就直接没有回家，然后就直接带外套披起来。所以里面制服吗？科服。所以是可以讲自己读的科系。不要。可是我记得那谁。你有讲吗？我记得那个谁。就。医生前辈，你可能不要谁什么前辈？他属自然组，是自然组可以讲的。就是你可能可以说你。谢谢保护在上的主干性。对你，然后上课在上什么？但是不用太详细这样。我觉得留言真的很多，就是会，好不能被留言捣乱。谢谢一晨送的肉骨茶，Hello 乔达叔。很多礼物哎、欸！谢谢保护队送，对啊，他们都送9个，那是新的吗？我是我第一次看到。很可爱啊！乔达叔是谁啊？哎、欸，你不能这样子，你不能说是谁啊！你就说乔达叔好就好啦，什么是谁啊？你也没有几个知道是谁的，你不能这样，谁啊？不行，然后说好，好，这是母亲节的哦，对啊，大家母亲节我要去哪里玩吗？还是已经过了？是不是过了？对，过了。哪里过了？还没过吗？5月5号好像是5月8号。是吗？过了吗？五月五。这周吗？五月五是母亲节，然后已经是5月8号。哈？不是5月10号，因为我记得我们家5月10号出去玩。你知道母亲节是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。对。所以是哦，对，不是哦，对，嗯，好。OK。嗯，五月第二礼拜天，好，苦味杨的表示傻眼，嗯，今天是跟哪个前辈？今天不是跟前辈，今天是跟黄姐姐姐。Hello， 你把我名字讲出来了吗？是也没关系啦。哈哈哈哈哈！你应该是把我的名字全名念出来吗？好好，没关系，可爱，okay, 可爱可以原谅。谢谢保护最送的带你去流浪。这什么东西？我刚刚会比出这个奇怪动作，没关系，我们都知道了。好。可以聊你母亲节啊，母亲节的计划、啊。然后母亲节要去哪里玩吗？有吗？手势怎么了？没有怎么了？决明子阿姨，哈、啊？为什么什么决明子阿姨？好。直播是会慢半拍，然后粉丝他们看到是比我们下一排慢的。啊？什么意思？我现在可在讲这个东西，然后粉丝们他是会过了几秒钟才看到。哦，这是一定的啊，就是说他们打字也要时间啊，大家打字也要时间。看来黄秘书的压制力比较低，没有，其实那个蛮大的。什么？你是说我比较大只是不是？蛮高的，我说压制力啦，就是表情。我表情有很难看吗？我就笑了、欸。不是，那就是有压力。没有啊，我也笑笑的、啊，是不是？不是笑，谢谢保护在送的真情告白，物理压制力，我听不懂什么叫物理压制力。物理呢，就是不是说我，就是不是精神上压迫你而已，就是我物理上，我真的长得比较大只，所以就压迫你、哦。没有没有，哦哟。没有，他们开玩笑，他们开玩笑，在开玩笑的啊。我们说最想的呀，没有啊，其实我觉得，嗯，我比较喜欢有肉一点的。真的，跟你自己很瘦啊。我已经不觉得自己很瘦，我觉得我自己就是普通，可是别人一直说很瘦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瘦还是怎样。
就我觉得我自己还好，可是别人一直说我很瘦。你穿瘦啦、啊。是吗？可是我们成员很多都很瘦啊。可是我脸是有肉的，你看，就是胶原蛋白啊。年轻的胶原，谢谢吉米周送的肉骨茶还有康乃馨，真的啊，哦算 BMI， 哦我就是在学校吃蛮好的，所以就有变胖，吃蛮好的，真的就是我在买卤味吃，卤味很好吃哎、欸，在学校卤味很好，这些就是自己夹，就是自助式，是吃到饱吗？就是自助式可以自己。但是它是称重吧？看你夹多少。他可能会说三个二十这样。哦，它有个 set 这样。很好吃，超好吃的。哦、好棒、哦，饿了。就是我们，就是中午会有美食节，然后美食节过后，然后午休完，然后还会有卤味，我觉得很好、哦。很幸福哎、欸。超这么吃好，然后你知道吗？还有什么吗？贩卖机。只有你有资格，哎、欸，你这样吃完卤味，然后贩卖机的饮料，然后你又来喝，所以我现在吃那个，对，又来喝手摇，对，哦，还有哦，因为我学校有便利商店，好幸福哦，里面有关东煮啊什么的，就好幸福哦，天哪，这边过得开心，好开心，好开心，我一直表示很饿，羡慕，我就羡慕，超羡慕的啊。可以吃啊，反正又不是艺人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又不是艺人。是不是？其实我其实可以吃很多，可是就是要我都是那种少量多餐型，就是不能一次，就是可能慢慢吃慢慢吃那种。哦，找到一个让我变胖的方法了，就是慢慢吃，一次吃一点，一次吃一点。谢谢一层送的康乃馨，谢谢保护队送的蜂蜜柠檬水。哦，我今天真的好安静，怎么弄？我觉得，没看到另外一面的我，因为我平常都很嗨，我觉得我这次还蛮冷静的。是有压力吗？不是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我对，太怕讲错话，太怕讲错。谢谢北原神推的送的，大家都送康乃馨。哦，对啊，母亲节，母亲节要去哪里吗？你们打算怎么过吗？母亲节，我已经好久没过母亲节。母亲节，我猜你多久没有过母亲节？是不是一年没过母亲节了？就是我今年就是母亲节，对，我没有那么笨，我没有那么。你去年有过吗？母亲节？好像有，因为我们家人都会就是一起去聚餐。棒哎、欸！今年要吃什么料理？哦，我们要去，这是好像是他们说要去吃什么海鲜。海鲜？家里有缺干女儿吗？干女儿。我们现在小孩够多了。可恶，拒绝了我。而且我需要我一个女生，而且我是大姐姐，就是我年纪最大的，我有两个弟弟。真的、哦？一个是亲弟弟，另外一个是堂弟。哦，很棒哎！这有点太细节了，你就说弟弟好。有人听到海鲜突然变海中风餐，吃海鲜会中风。吃太多了。其实我没有很喜欢吃海鲜，因为我觉得剥虾子很麻烦，就是这可能今天晚餐桌上有虾子，就是有一些人就是会那种主动剥虾子，然后问大家要不要吃，我就是那种不会主动剥，然后也不会，就是没有人剥我也不会吃那种，就是有人问我才会吃，因为我很懒，然后就真的是哦，连吃都懒，就是剥虾的部分，就连那个那。我不是很喜欢吃水果嘛，可是我会讨厌吃一些有籽要吐出来的水果，例如西瓜还有葡萄，可是有无籽的葡萄我就可以吃，就我就觉得有籽的水果，然后你要吐出来就不喜欢那种感觉，可以理解，手会很脏很麻烦。对啊，玲玲最近有变乖吗？怎么大家都这样问我啊？每个人每个老师所有人都问我说，哎，你最近有没有乖啊？连老师都问吗？对，我刚才进来第一句话也这样问你啊。为什么？没有，就是想看到你进步啊。我很调皮嘛，因为我很调皮嘛，是因为我很调皮嘛。就很可爱啊。然后那你为什么要问最近有没有不乖？那你都会这样问啊，就跟你最近还好吗的感觉一样。就感觉问小朋友说，哎，妹妹最近有没有乖乖的啦、啊？对，大家都把我当小孩。你是小孩、啊。我也不很是很吃海鲜，不过很喜欢去水族馆玩。
哦，水族馆玩。玩之后就是跑这样吗？那水族馆有没有什么可以给你玩的、啊？就只能看鱼啊，就这样跑然后看。水族馆。你会觉得很治愈吗？就是看那些鱼。我想在水族馆里面睡觉。就是你之前不是肯定不是有那个吗？有那个可以在里面睡觉的那个，我就很从小就很想就在里面睡觉，然后就可以这样子，然后他们就是，今天限制期是谁？两位姐姐，不是这个啦，是你说人的还是这个？就是这是东西，然后你问的是人还是东西？吗？就用两个。喜欢鱼，水族馆很舒服。嗯，我也是，可是我已经很久没有去了，我想再去一次。东西会自己会啊，会啊。哦，物理人按这个东西，所以好像也是人。我不要再把我自己的 OS 讲出来。我不能把我自己的 OS 讲出来。OS 有的不错，但是你要先思考过后再讲出来，怎么样？就是、好不好？我嘴巴太懂了。先用脑。对，先用脑袋。真的。怎么笑成这样？我真的很容易笑到失控怎么讲？为什么会笑到失控？哦，玲玲的 OS 蛮好笑的啊，真的吗？你们听得懂我 OS？ 因为我思考方式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，因为我怕你们听不懂，然后就觉得我很奇怪。Hello， 与你同行。Hello， 钢铁韩粉，放下我包。我觉得我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我要跟品涵前辈学习，可是我是要把他那个欧包捡起来。你要捡他的藕包放在你身上，捡我的藕包，因为我相信每个人都是有藕包，只是我还没有找到，或是我还没有捡起来。你还没捡起来啊？就是我觉得，因为就是前几天，那个碧如姐说，玲玲你说她要把你自己的藕包捡起来，所以我就在想说，是不是就是我还没有把藕包捡起来，或是我还没有找到，因为每个人一定都有藕包吧。对啊，多多少少一定都会有点。唱的，你说我唱的我起鸡皮，你说我上次唱的那个《珍珠美人鱼》吗？好听吗？不好听。你可以参加计划，教品涵如何放下尾巴。对啊，就是那个，对啊，就是懂了吗？有点可怕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。哦，那时候我就觉得说。哦，那时候我就突然想到这首歌，然后结果那个谁，哦，婷丽她就真的放了，然后她就真的唱了，就突然的，是你是物理上的偶包，爱照镜子。哦，对啊，我超级喜欢照镜子，就是我只要走到有镜的地方，我都会照。然后更夸张的是，就是我只要想照镜子，不管多远，我都会走去照镜子。然后我朋友就会觉得很问号，就是顺路可能看到镜子就这样照一下。然后说：“我问林队，糟糕了没？”这样，就是我唯一的偶包，就是现在就只有照镜子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觉得照镜子是没有压力的一件事情。你会偶包？有，我觉得人都会有，只是多或少。你可以随身带一个小镜子，有啊，我每天都会带在哪里啊？在我的包包里。你可以，对，然后你给我。谢谢保护队送的真情告白。谢谢玲玲第一写信送的 LOB 跟 Kiss Juju。玲玲有钱包，我有背包。哈？哦，是哦。哦，不可以去点人家，因为我听不懂。那就笑笑说谢谢，谢谢。好，太难了吧。
哦，我不知道是什么。你说藕包是什么？你不知道吗？还是你觉得我在我身上找不到？嗯，藕包，姐姐可以解释一下藕包这个东西吗？啊，偶像包袱。偶像。你好直白。对吧？我是我像我是哎，就是揣摩，就是藕包这个东西。我是一位偶像，然后我包袱。我无法，我觉得我还要再慢慢思考藕包这种东西。嗯。只是要怎么表现出来？嗯，不用特别有偶包或没有，我觉得你就是正常的讲话就可以了吧。正常讲话会有点不习惯。正常讲话，正常讲话要就是私底下才能正常讲话。工作上要有工作的样子。对。嗯，你现在有了吗？有啊，你们看不出来了。就是对我无言的时候都会说很可爱很可爱，就是代表他觉得很无言的时候。是不是？对，被发现了，被发现了。你很可爱啊。就不知道接什么话，就说你看，你可以从这里学到一点小技巧啊。当你不知道怎么这个留言该怎么回应的时候，你就说谢谢，你很可爱哦。是不是？这是不是一个小技巧？可以吗，经纪人？好。我真的说他可爱，正常正常讲会炸掉，哦，真的假的？谢谢，讲完，哦，正常讲，哦，他说，他刚说正常讲会炸掉直播，所以这个我要说谢谢哦，我还是要看，随便你，都好，那你发明一个可以回应的，我不会炸掉直播，对，我不会，你说炸掉直播，我不会这样，不会爆炸，他不会爆炸，所以直播间不会炸掉，你说哦。我不会。好，没事。欸，你很嗨耶。怎么了？你很嗨耶。有吗？很开心的感觉。很好啊，直播要开心啊。那你开心，我现在就是因为太饿，然后去买东西，然后被记，然后我就说开心开心。被什么记？就是因为我就是中全，就是不然在上课的时候在外面，然后就有点小迟到。不要讲这个，玲玲不用分享这个。黄秘书终于理解玲玲。对，我理解了，我最不能讲。理解为什么？就是不要对。嗯。你可以分享别的啊，开心开心就好了。我要来夸大自己的优势，就是自己好的地方。我不要再讲自己不好的地方，因为我发现我之前的直播都在讲自己不好的地方，就是例如说，我会讲自己。哦，我很懒啊什么，但其实不会有一个偶像说我自己很懒。对，就是你就是，我们想要看到更多就是你很讨喜的一面，或者是你是怎么样的人。讨喜吗？我讨喜吗？有的时候蛮讨喜的。哦，有的时候蛮讨人厌的，对不对？嗯，可能。你看你又讲负面的，你不是要讲自己优点？好，我来夸大自己的优点。没话题就来说黄秘书吃了什么。黄秘书今天早餐吃了什么？真吃蛮多的，要从何讲起？早餐从早餐开始，那你也要分享你的。我们来互相分享今天早餐吃了什么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们来聊早餐。你吃什么？林英吃什么？我今天早餐吃那个早餐吃什么？哦，饭团。好可爱哦！饭团哎，很可爱啊。经纪人吃什么？饭团不错啊。不是经纪人，你今天早上吃什么？我今天早上没吃。你今天早上没吃？为什么不吃？怎么可以不吃？要那个均衡饮食，要三餐正常。我被你凌骂了。没有，我只是关心，你关心，关心你。但是要就是吃的好，睡的。刚醒哎。对啊。那黄秘书，你今天早餐吃的什么？我吃的水煮蛋、吐司、优格、豆奶。吃太多了。优格里面加麦片。我还要吃早餐之后的点心，我吃关东煮，我吃了两串丸子，然后还有那个像那个杏鲍菇，三个杏鲍菇，三串吗？三串，对，三串杏鲍菇。那吃很多哎、欸，你意外吃很多哎、欸。早餐的点心。所以那不是中餐。
不是哦，所以你的 brunch， 它有早餐、brunch, 早午餐、午餐，所以它的 brunch 就是关东煮。是我饿了就会吃，就是想吃就吃，因为我学校真的太多好吃的东西，就是会一直想吃。很棒哎、欸！就是我找到我自己变胖的方法了。你是吃不胖？体质，因为我妈妈也是吃不胖。很棒哎、欸，蛮好的。我也觉得蛮好的。可是我觉得太瘦也不好。嗯，要健康的瘦。就是还要有肉的地方，就是之类的，就是脸啊，还是要有肉，不然如果脸没有肉的话，就看起来很干瘪，就看起来很没有胶原蛋白。你很注重胶原蛋白啊？很注重。胶原蛋白很重要。对啊，就是你就是要有那种会，就是你懂吗？就是那种。乖乖。对对对。Q 弹 Q 弹。旁边除了还有谁？就是经纪人。管理直播的。没有，我在聊天。我也吃不胖，你也吃不胖，同类，就吃不胖，就是有好处也有坏处啦。黄秘书胶原蛋白过多，玲玲觉得很不错吧？我的胶原是说我胖的意思吗？没有，其实我觉得黄秘书他的皮肤很好。嗯，蛮好的。怎么那么开心？嗯。我今天收到唯一一次赞美。因为我看他的照片，然后就是真的就是那种婴儿肌肤。开心开心，我真的开心哎、欸！对不起，我有点太开心了，抱歉。就很，而且笑的时候很可爱，笑的时候。很像松鼠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要说很像松鼠？很可爱。很诚实啊。就是我们都会去那个，就是很多哦，就是工人，我们家工人附近都会有很多松鼠在看，哎，想说，哎，这不是黄秘书的身影，怎么会有熟悉的感觉？松鼠啊，仓鼠是 Mina 前辈，仓鼠跟松鼠不太一样，都可爱，都可爱。嗯，黄秘书，这蛮好笑的，而且这好像是 Mina 千赞万叫，黄秘书，你有被这样叫过吗？就 Mina， 潘之怡小姐。然后现在玲玲也学到了。你好多绰号。黄秘书。黄秘书什么时候要开始去成员家巡回蹭饭？哎，怎么样，玲玲要不要做饭？我奶奶做的便当。真的很好吃哎！你吃过？我上次不小心。你到底吃了多少？没有，我不小心吃。他说很好吃，然后就一直疯狂说，哎，要不要下次来跟我说？这是真的蛮好吃，就是有奶奶的味道。奶奶的味道啊！就是家的味道。就是一般人在外面吃不到的，真的。就你做给那个玲玲做给孟纯的那个便当，我大概吃了三分之一。谢谢你吃了三分之一。因为孟纯不能吃那么多，孟纯前辈不能吃。孟纯前辈他是，我觉得他孟纯前辈其实是没有吃很多。真的、哦。这只是就是有些人体质就这样，就可能一出生就这样。不知道，你不要那么就是 confuse 那个孟纯前辈的体重。那其实我觉得大家也不要把，就是看到孟纯前辈就想到体重，因为我觉得大家就只看到他体重的话，就没有办法再看到他其他另外一面。你很棒哎、欸！给你一个赞。他很棒哎、欸！就是可能在他脚上旁边说哦，有没有吃东西？就是话题都围绕在这个东西，就 boring。就是说人看一不能只看一面嘛，有很多面相、那我们再回到你中午吃了什么卤味。哦，对，你刚才有说吗？我吃了两次卤味。你整天都在吃卤味啊？那好吃啊。有一次有加辣，有一次没有加辣。你吃辣哦？嗯，真的假的？就是无辣不欢。跟我一样哎、欸、那我们下去吃麻辣锅。他很适合跟我们一起去吃麻辣。对，你要不要下次跟我们去吃麻辣锅？可以、啊、你会压力太大吗？会可能要请其他成员一起，一个人就有点。那我们麻辣锅小队很多人。我们麻辣锅小队超多人的，对。哇哦，好特别哦。好特别。第一次知道哎。说麻辣锅小队吗？对啊。没有，就是谁想吃就可以来。麻辣锅的也跟。那很幸福哎，下班就揪他一起去吃麻辣锅。对啊，那下一次一起。真的可以哦，要不要？可以啦，因为我就是下课放学，我也会和朋友一起去溜滑梯。溜滑梯好可爱哦！怎么会叫溜滑梯？因为就是有时候，你看读书压力会很大，对不对？好，就需要
抒发，然后只要用一些比较正常的方式，就是六话题，可是很棒，而且就是有童心的感觉，就是蛮可爱的，蛮可爱的。哎，以后要不要我们也揪团去？了解他的内心小世界，对吧？哎，还是我们下次压力大的时候，我们也全部公司就一起去溜滑梯，怎么样？领铃带队，好不好？所以他要组一个溜滑梯小队。对，溜滑梯小队。黄秘书一揪，万众响应。走起。走起。有你麻辣锅，麻辣锅，有你麻辣锅。那就是 MLG 麻辣锅，怎么样？可以，读书压力大就去溜。可以啊。对啊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UNIT MLG。MLG 蛮有趣的。我们要附和你的意思。麻辣锅。小一才会这样，小一不小一，国小一年级哦，国小一年级就只会哭吧，国小一年级就是。就国小一年级根本不懂什么是压力吧，是吧？对啊，国小一年级快乐，溜滑梯大赛，谁溜得比较快嘛？还会去荡秋千，啊，荡秋千好玩。我上次去那个大安森林公园，真的是荡秋千的，我就会和朋友去公园玩呢，就是。我是一个，就是看到别人笑就想笑，就是我的那个，你知道我现在是怎样吗？就是我现在坐在这边，然后前面就是两个姐姐，然后现在就是会看到她的脸，我现在会看到她的笑，我就想笑，不行，我要冷静。谢谢膝盖帮送的感性康乃馨，你们把什么？你们跷跷板放在哪里？跷跷板也很好玩啊。就可以看到底谁比较重，是吧？你是一个可以看出谁比较重的一个东西。对啊，的确啊。就是如果玲玲跟我一起去玩跷跷板，其实他有人说溜滑梯比谁比较快，那不就是比体重吗？这跟这个有关系吗？可以加速度。是啦。还有当天穿的裤子。对啊，还有很多材质，还有环境因素啊。我是国术啦，不是膝盖吧？为什么不能叫你膝盖吧？你知道膝盖帮是什么吗？小提前辈。对的。的。好吧，就叫你国术。那你可以叫他全名啊。膝盖帮国术这样吗？对啊。好。就是很像。溜滑梯太重的话会卡住，哦，太胖的话也会卡住，不是太重的话。是太胖的话会卡住。嗯。阿贵仔 ，Hello， 阿贵仔。膝盖帮，叫我膝盖帮的话会叫到太多人。哦，我知道，你只想让我看到你，对不对？好，天天玲玲，那你要称呼我什么？天中玲玲，第一天我要称呼你什么？我要称呼你什么？就田中，然后就玲玲的第一血型，就这样啊？还是你想要我叫你什么？溜滑梯还有比心机啊，例如在滑梯上面放图钉。那、哎、你知道为什么不行？因为图钉会滑下去。你很聪明耶！对啊，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想要这种东西，就是会滑下去，懂吗？刚刚玲玲是不是突然掉了一下？掉了一下。我一直都左走，没有掉下去。是那个掉，因为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，就想说这样回答好了。好，不是吧？真的是不该封图钉。到底谁会这样想啊？你这心术不正，对不对？你不可以这样批评人，你怎么批评人家？你就笑笑带过这个话题就好了。好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他的哈哈超干的，他说哈哈哈，好了，蛮可爱的。啊，心术不正，没有啦，开玩笑，他开玩笑的吧，开玩笑的。哎，我不知道点到什么，好，对他欠批评，没有，这不是批评的意思吧？心术不正其实不是批评的，那只是讲述而已啊。你可以跳过这个心术。好，跳过。你以后就这样，jump， 然后就
就跳过这个。玲玲是配合完，对嘛？就你懂我，我就知道你懂我，我只是想配合一下而已。谢谢，那怎么念呢？Daniel， Daniel， 对，我在说，哦，我在想，好像不是我在直播间，大家都觉得我英文很烂。不过没关系啊，你不是风格就是走那个所有英文字母都要念出来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就是 Daniel， 谢谢你送的感性康乃馨。讲述事实，对啊，我只是在，没有，我没有在讲述，哦。哦，我会被你们搞乱，没有，我在，哎，随便，以后玲玲要准备一个 pass 的牌子，你知道这个吗？真的好可爱哦，在哪里买的？好像是碧如姐姐在日本买的。哦，那台湾有买吗？不知道哎，跟她找一下，蛮可爱的吼。对啊，在家里无聊的时候可以买。有这么无聊是不是？手很闲的时候就这样。哎，对，这可能就是。会有人投诉你们很吵，很多时候会分不清楚是英文还是日文，罗马拼音。你说什么？好，一个人玩什么啊？你说还有什么一个人玩什么？你说在家哦，我在家一个人在干嘛？哦，我在家在干嘛？哦，其实在家哦，谢谢旅馆送的新纸管。我在家都在就是。我在家在干嘛？睡觉。我是一个可以睡很久的人，就是一睡可以睡到，就是没有人叫我可以，就是不会醒来那一种。自己一个人抢答，没有，那太无聊了啦。就是我可以陪我弟弟玩，就是虽然他有什么没有什么好玩的。原来是冬眠，一个人抢答也太边缘。我蛮边缘，像我刚刚就坐在旁边这个角落，然后。坐在外面经过人就问说你在那边干嘛，我就没有，我就只是想要待在角落。谢谢成全送的新纸管。我想出考题给玲玲，好啊，你出越多越好，可是要那种可以出考题给我，你们想要出什么考题好，可以出啊，我看我要不要回答，待在角落会有一种安全感。会吗？会啊，会，就是可以靠着墙壁的那种感觉。喜欢海绵宝宝里面的哪一个角色？海绵宝宝，我已经忘记海绵宝宝有什么角色了。海绵宝宝、派大星、皮老板、章鱼哥、山迪、泡芙阿姨，还有那个啊。蟹老板的女儿。对啊，你蟹老板，我刚忘记讲蟹老板的女儿，就是大的那个金鱼。哦，珍珍。哦，对，哦，珍珍，对，对。你喜欢珍珍啊？没有啦，我想看。哦，我觉得其实珍珍有时候蛮像我的，就是我觉得我的个性。珍珍吗？对，看怎么了？90度水还没有煮沸哦，哈？哦，珍珍哦，哦。山迪，黄秘书是海绵宝宝的粉丝吗？大粉丝。欸，有人说我长得像山迪，超不开心的。有一集山迪冬眠蛮可怕的。他很认真聊剧情，欸，你很会接话，其实你很不错哎。谢谢。玲玲加油。好，你可以继续聊海绵宝宝。有一集就是很好笑，因为你就是那个汉堡里面不是有那个嘛芝麻，然后他就说：“天哪。”芝麻里面竟然少了，就是里面好像有一集就是一定还那个里面芝麻一定有13个，可是里面就只有12个，然后就海绵宝宝就很崩溃，说为什么这只有12个芝麻？它不是只有为什么它只有11个芝麻？不是有都有12个芝麻？很好笑。我喜欢派大山老姐。哦，你说派大星的姐姐？哦，那不是他只有出现一集而已吗？还有海绵宝宝还有演什么啊？海绵宝宝，哦，我也想要像，就是，哦，我觉得，就是我也想要有一个像海绵宝宝一样有一个那么的好朋友，就是派大星，他们两个真的很好，就一起去抓水母，嗯，可以开一个玲玲的辅导教室吗？不用，为什么要开？对啊，为什么要开？不用啊。那不用啊，为什么要开？
赛题。好，夜光闪亮亮复仇者。哦，你会怕他是不是？玲玲考你，从一楼走到楼梯二楼要一分钟。如果走到四楼要几分钟？好，不想回答你这问题，太难了。直接放弃啊！不想思考哎、欸，就是很，就是。你现在想要变成派大星，不想思考，是吗？派大星。他有在思考吗？吃东西，派大星，有吧。有吧，还有在思考吗？有。飞行荷兰人。飞行荷兰人，他也没有出现过很多集啊，而且我不知道他到底在干嘛，就是他到底平常是在干嘛的飞行荷兰人。东，那哎呦，什么东西啊？哦，快回答！哦，他叫我，你刚刚问什么、啊？我不知道你怎么意思，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。其实我觉得黄秘书搞不好也会。什么东西？对啊，你们，我觉得我粉丝在留言里有特别的点，就是他们会讲一些他们自己，就是一样是在讲他们的 OS， 然后我就听不懂。不错啊，那没关系啊，你听不懂你可以跳过啊，或者是没关系，你就说哎，玲玲有点不懂哎，然后就下一题啊 ，OK 的。爱吃荞麦面的。群，谢谢幻影战士送的 LOV， 要告白转移话题了吗？可以啊，随便，你烦恼的样子其实也很好笑。好，你喜欢就好。我中文竟然这么不好吗？不是，是我中文不好，看不懂你在说什么。爱吃，谢谢爱吃荞麦面送的感心还有耐心，谢谢晨晨送的 LOV。LOV， 你念 LOV 的时候很可爱，真的吗？我也觉得蛮可爱的。真的吗？对啊。好，谢谢，谢谢一层送的蓝色一元棒。所以现在大家都要送 LOV 的意思吗？是想看我念 LOV 吗？谢谢爱吃荞麦面送的肉骨茶。我、哦、现在大家都在送 LOV。我、哦、爱你们。他刚才是不是台湾国语？没有。他刚才是说我、哦、爱你们。我爱你们，我爱你们。好。谢谢小杰送的。LOV，LOV。直播间就一开始就直接送 LOV。中午只吃卤味吗？感觉之后有下午茶。我都会去贩卖机买那个卡迪娜薯条，而且是一次买两包，然后再配上那个冬瓜茶，然后就是上课的时候吃。就很想不给吃东西吗？要看是哪一个老师。没有，开玩笑的。但上课当然不能吃东西啊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，姐姐？不能吃东西，对不对？要乖乖听老师的话，就是要好好上课，不要偷吃东西。尽管在肚子再怎么的饿，就还是要等到下课。可是上厕所可以，就上上课举手了，就让你去上。谢谢保护费送的真情告白，笑死又被按铃。啊，我可以，我自己按我自己的铃。哦，爆掉了！哈喽，怎么了？我只经过而已。哦，我想说，你用那个生气的脸看我，想说，分手是怎样，我会有那种不好的预感。你要进来吗？结束了，还没有。那我怎么办？谢谢爱吃荞麦面送的勋的大佬喝茶。林今天被按几次？我没有算太多次了啦吼，我真的，而且还有我自己按我自己的铃啊。林会犯傻了，
哦，你说 LV 那个吗？就是做粉丝福利。哦。这样子。哦，你没有感受到福利吗？这。哦，你们喜欢就是。哦，你们喜欢这种是不是 ？OK， 好，下次直播要少吃一点。你说什么少吃一点？看能少吃一点。哦，哦，好哦 ，kiss 啾啾你会怎么念？就 kiss 啾啾啊，就是不会 kiss 啾啾，就是 kiss 啾啾这样。因为我觉得有些就是浪 life 的礼物的名字，如果你要真的念出来的话，我觉得很奇怪。玲玲喜欢什么球类运动？哦，就是我不是很喜欢运动的人，就是国中的时候，如果说要运动的话，就只有跳舞而已，其他就都还好。还有跑步，就跳舞还有跑步这两个我比较 OK， 其他就都还好。谢谢保护队送的 Love You。可能仅限于公园里的设施，没有，那不叫运动，那叫玩游戏，那叫玩游，对，那叫玩。玲玲对偶像的想法有跟第一次直播的时候不一样了吗？我已经忘记我第一次直播叫什么。多多少少有吧，对，有。这是歪的哎，怎么会这样？谢谢。爱吃荞麦面送宣送的新耳送还有木箱 A 级还有超傻野猫咪，而且我觉得直播有个好处是可以小镜子，就是这样就接了镜子，不然就还要很麻烦，就是你想照镜的时候，你平常还要去找镜子照，就是我不知道什么哎，就是会有人一直想要照镜子是什么状况吗？在自恋吗？我不知道，哦，我是自恋系偶像哎，我有一个新的名字出来，自恋系偶像，这是可以的吗？可以啊，可以，好。哦天哪，我的天哪！可以不要把名字打出来吗？你是看到反光的都会照？对啊，就是不管是不是镜子，只要是可以反射到看到我的影子的话，我都会想看一下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这样。长大应该会慢慢减。我就是因为国中时候好像还好，就是我是国小时候不会，可是国中就会，然后高中越来越强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哦，可能是因为。越来越注意自己的形象吧，这是好事吗？是，姐姐点头，是好事。自恋系偶像加油！玲玲平常有玩什么球？就你刚刚不是问过了？我不是就说我平常不是会运动的。不要崩溃，玲玲不要崩溃。我平常就是在为运动，然后要他们就是国中他们在打球的时候，我在旁边聊天。我比较会做的运动就是，要么就是跑步，还有跳舞，就这两个而已。100公尺跑几秒？16秒。我蛮快的，跳是很快吗？对，我跑步算快。以女生来说算很快，我好像才10几秒。用走的有没有？那走不了，怎么办？出来打球，不然我真的很懒。可是打球会长高，跳水也会。可是我懒，就是我是不会，就是不想去做。而且我是那种，其实我是跑步也懒，可是我。一要测，或是老师一叫我跑步的时候，我就跑很快。老师都说我是兔子，可爱。就是可能一个人平常很努力在跑步，可是他最后跑100的时候就是跑30秒，然后平常不跑步，然后一跑步就跑16秒，蛮厉害的吧？体育老师都说，哇，你真的是个兔子哎！就是龟兔赛跑，就是那个兔子啊，永远就是我。可是龟兔赛跑是不归你啊？就是，对啊，所以我就是那个兔子啊，就是。哦，就假的睡觉在那边，然后就是，你要我做可以做很好啊，就是懒不懒的问题，想不想的问题，就是，我知道这要改啊，这要改掉，天生会跑步，哦，跟那个吧，律动有关，就是。
天生会跑步吗？这跟有人天每个人都会跑步，所以没有天生会跑步这种东西。玲玲中秋节会不会要去回月球上？不会，我不会飞，所以我回不去。玲玲是兔子的话，跟膝盖跑步谁会赢？要看啊，如果我什么意思？你的意思到底是什么？玲玲如果是兔子的话，跟膝盖跑步谁会赢？你看一下，玲会说台语吗？不会，我是客家人，可是我连客家话都不会讲，就是我都不会，我语言白痴哎。玲玲是天才，只是不想其他神书。我没有，你不要曲解我的意思好吗？没有，不是，我只是真的就是膝盖是指乌龟哦，膝盖是指乌龟。哦，是不是潘之翼的乌龟啊？小迪的乌龟，所以才叫膝盖帮吧。哦。对吧？嗯，好。我还是听不懂，没关系。那玲玲现在吃客家菜吗？客家菜，我喜欢吃那个鱿鱼。客家小炒。嗯，对对对对对。哎，那你知道两个客家人他起的争执会变成什么吗？就两个客家人，他们就是有点起了小争执，请说。客家小炒。对，客家小炒。为什么是小炒，不是大炒？客家大炒。因为他们只有起了小争执而已，所以是客家小炒。哦、不是大炒。哦。哦，好，好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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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很会对付我哎，现在。好笑，好笑。这个反应好。嗯，玲玲满脸问号，没有我懂，只是反应有点慢而已。好漂亮的客家话怎么说？就不，我刚刚不就说我不会讲客家话吗？都没有在听我讲话。是因为你讲。哈？你会不会那个捷运的客家话？就都不会啊。都不会吗？就是你不会学习什么板南线啊、淡水线啊。嗨赞。对啊，嗨赞怎么会？我在捷运都听音乐。哦，捷运都听音乐啊，可以理解。嗯。我要听到黄秘书在冷笑话，哦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想问我，因为他会听，所以是平常大学会听做这种事情的人。对啊，就他可以背那个啥。对啊，昆阳，昆阳，昆阳。对啊。可是平常太无聊。不会吗？平常太无聊。你看市政府，你会吧？市政府。我平常都知道国父纪念展。展啊！国父纪念馆。鬼狐纪念站这样子，鬼狐。玲玲音乐都听什么类型？音乐哦，我会听嘻哈饶舌，或是新歌，或是 AKB 的歌，就是我都听。英文歌也会听，可是古典乐我会听。看不出来。声乐我也听，就是钟楼怪人那种，就是那种杜兰朵公主那种我也会听。哎、欸，你很不错哎，来一段。我不会唱啊，可怕你们伤到你们耳朵，这可能要请那个解心前辈来。那下次邀他一起来唱怎么样？嗯，可是他不能陪我直播。这个不用讲了。好，你这样下去是不是连中文都不会讲？不会，不会，绝对不会。玲玲竟然那么有气质，竟然想哈、啊，我刚刚做了什么事情让她觉得我有气质？你听了一些古典乐。哦，古典乐，哦，就是心情很浮躁的时候就需要听，就是你可能心情现在很浮躁，就好像你也不能听到嘻哈老师，你就会让你自己更生气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是你要听那些比较，就是古典乐，你才能够冷静自己的情绪。嗯。谢谢一晨送的感性康乃馨，谢谢保护费送的真心告白。哦，没有啊，其实不是听古典乐就有气质，你们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我之前国中有遇到很多学音乐的，就是朋友。姐姐们很厉害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就是我还没有讲完，他就知道我讲错话，就是他们就是我还没有讲错话，他们就
有意识到我会讲错话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知道。因为你的开头，第一个我们就是你知道多夸奖人嘛，所以我们聊一点好事。哦。对，你认识什么样的人不错，我们聊这些。可是他们就是很有气质。很有，他们很有气质，是这样，只是不是不是不是说哦，我想哦哟，好，要不要给你机会让你讲？我想还原这段话了。好，那我让你讲。他们很有气质，可是他们不是说真的就是一直有气质，他们还是有，还是有，就是像黄姐姐这种嗨幽默的个性。好，哦，对，可以。我就说我可以还原，就是哦，可以，哦，我太棒了。你真的很棒，我成功了。你很棒，你刚才那段很棒，就是这样讲话就可以。一定是 diss 人了，没有啊，我刚刚有还原回来。对吧？一开始。转回来。还没开始就不会有，就是还没结束。膝盖帮送，谢谢膝盖帮送的掌声鼓励。其实我们也知道，哦，所以你们其实都知道。哇，我小看你们了，我以为你们不知道。哦，那你们要提醒我啊，是不是？只是可能我很来不及。他们大约知道你说话的方向，哦，是吗？对。哦，那我要让他们抓不到我说话的方向。怎么那么厉害？那你要更厉害。我要思考要怎么让你们抓不到我说话的方向。好啊，我之后回家可以思考一下。为了要让我们抓不到，你不是应该要精进自己直播内容吗？就是让你们抓不到，然后反而，然后我也可以，我可以不讲错话，然后也让你们抓不到。很好，可以接受挑战。我们打字没有你用说得快。哦，是哦。那我以后可以用那个罐头文字，然后弄一个贴图，然后那个贴图就代表我讲错话，然后你就可以。好像蛮可爱的，就说玲玲，说错了。我们阻止不了你啊，我们不能啊，你们，哦，是哦，嗯，看留言也有延迟，好吧，那算了，就不要讲错话就好，按下去会跑出零零零，零零零。其实我觉得我的 catchphrase 就是蛮怪的。这零零零零零是谁打给我？跟，只要你们说是我，这有什么关联性吗？这是一个就是互动吧，就是，对啊，哎，不然我们可以帮你想啊，或者是你可以跟粉丝一起想啊，没有说不能改啊。如果你真的有想，关系就零零吧，因为我朋友说蛮好笑的。哦，那很好啊。他们就用这笑我，说我很好笑，结果大家都抓不到零零想法，哎。我心语预定，哦，什么意思啊？算了，蛮有记忆点的啊，起码记得你叫玲玲。我一开始没有想到我的玲玲会有人用数字的零，真的吗？是有人用，我觉得哎呀蛮可爱，然后连那个彭丽书也用，哎，很可爱啊，玲玲。我就哎，玲玲好像蛮可爱的，就两个数字零，不错哈。可是零一前辈，对啊，为什么会叫你？余星，然后累积，对，叫这个零一。因为呢，他之前绰号零樱，樱花那个樱，他喜欢樱花樱，然后零一零一零一零零就变成零一。好牵强。哎，好像你第一次开台我就打零，哦，是吗？真的吗？因为扇子的零零比较好做。我觉得没有诶，没有诶，要做好，因为零它是圆形，你要怎么去？你要剪掉那个中间那个圆，那种困难。然后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剪歪，就变不是零零零音，打错字会尴尬，数字不容易打错。哦，好像也是啊。我八点半的。哦，你是不要念榜？对，我要念榜，可是我的手机不能念榜。哦，真的吗？对，你借他一下。哎呦，哎，那如果以后自己直播，你要怎么看？其他人都怎么自己看？我没有，我爸爸会来家，然后他会写纸条，然后丢到我房间，然后我要自己去拿。然后他们都知道。很可爱哎。对。
爸爸好可爱啊，他是我的小助手。爸爸是小助手。然后妈妈有时候有一次就是我在家的时候，他就从我就是房间后面端水果过来，好可爱哦。然后就这样吃，超可爱的。有吗？你有爸爸？对。还说爸爸他字不是丑，是我太丑，我看不懂。就是他的爸爸字真的很艺术。好，我要从第十五名念。玲玲觉得成人陪伴还是黄丽书陪伴比较让你放松？怎么会是我呢？我觉得我都可以应付得来，是不是？我超棒，就是不管是成人陪还是黄丽，我都可以应付得来啊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都蛮放松的。嗯，慢慢成长。好，我要来念吧。第十五名是膝盖帮，谢谢膝盖帮果树。第十四名是夜雨苍神，谢谢夜雨苍神。嗯，十三名是 TTP 好多组织，谢谢你。第十二名是膝盖。怎么了？你要开心的，谢谢大家。企鹅，谢谢你。这样好。第十名是水果教主，谢谢水果教主。第十名是晨晨，谢谢晨晨。然后第九名是变成新鲜柠檬，谢谢变成新鲜柠檬。干嘛这么大声？因为刚刚那个黄秘书说你要开心的念榜啊，就突然那么大声。这边好多膝盖榜，应该是上次我跟那个小迪前辈就是一起，然后大家都觉得这个可能会有小迪。我刚才要挤啊。好，第八名是小杰，谢谢小杰。为什么你会知道？我认真在听你直播呢。可是你会忘记还是？他很认真。哦，哇哦，哇哦，哇哦！第七名是侦探哎。哇哦。吉米周，谢谢吉米周。第六名是 MING， 谢谢 MING。第五名是逸晨，谢谢逸晨。第四名是你哥，谢谢你哥。谢谢玲玲，好，谢谢你。第三名是田中玲玲，第一谐星，谢谢你。你是第三名，第二名是爱吃荞麦面的寻，谢谢爱吃荞麦面的寻。第一名是玲玲的单纯天真可爱，谢谢你，你已经好几次都第一名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你很厉害，谢谢你们，好。辛苦了，小迪说要照顾玲，什么时候说的？我很感动。什么时候说的？哦，上次我那个跟小迪前面直播完，我跟他宣谈了一下，他说我是就是，他说稳当，可是他好像都是一直就是都会称赞别人，就是前面他们都是那种。讲好的那种，就是不太会去批评别人。对啊，本来就是这样子啊，就是看到别人好的一面嘛。谢谢宝贝送的真情告白。好，拜拜，你就棒，我就烂啦，拜拜。你要最后爱人。你要接受别人的好意呀、啊，我没有不接受啊。好啦，拜拜。拜拜，拜拜，零零零，拜拜，拜拜，哦。